是七供啊，供养的方法是很多的。那么最主要啊，还是花、香、灯、茶果。那么它有手印，也有它的供养祭。然后我们这个真佛密法的这个供养手印呢、啊，五种供养手印。大部分讲起来都比较上比较符合于事实，藏密的供养手印呢、啊，跟我们真佛密法的供养手印有一点差异。啊，真佛密法的供养手，以前师父教的是发呢，好像就接连法发，这个形象就像一朵花开放的，也就是莲花。开放的手印，花香。那么这个香呢？你看这三个指头啊，就像插在这个香炉上的三支香一样，花香。那么灯，就像蜡烛的啊火啊灯，花香灯，茶就是水了，水呀、啊。是用这样子表示，果，就表示果实跟叶，果叶，这样子果叶。啊，这个生活中的花香灯茶果五个手印，花香灯茶果，啊，就是五个手印。